好，我们今天上午呢，写一下那个多宝塔。多宝塔和那个情侣杯，我们做一下对比。你看，情侣杯单字是大了很多啊，你看，差不多一个字有四个，这个四个的大小啊。我们还是找一个字先写一下。写一下以后呢，我们再来看，比如说我们就写这个字吧，动笔。向下，向外走。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多宝塔的这些，我们说颜真卿的字，它是像那个什么鼓起来的。那我们再看这一点，这些笔画的方向啊。幅度这些啊，那我们写这个字，其实在写多宝塔早期的字呢，它就不会有这些最明显特征，笔画就稍微拉得直一点。啊，不会太明显。哦，这个很低啊。哦，不会太明显。这种地方呢，就是假设我们临帖的时候你没注意到，哎，一下写高了，会怎么样？写的时候呢，注意距离就对了，就是高了，我这个第二笔跟着高上去对了，啊，最后影响不大。当然写到这里更符合一点啊，这种勾呢都有点过于夸张，太像他后面写的。那我们继续写一下，比如说写多宝塔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是可以是谁？啊，就说把那个什么，我们说把用笔的一些东西放到里面去，字呢可以适当的小一点。就是说有一些用笔尖的东西，你看。啊，写这个呢一定要注意什么，一定要注意这个笔顺啊。我们
现在好多习惯就是这样去写，啊，这样去写，啊，古时候的时候呢，一般是这样去写的。或者这个点写了，写这里，再写这里，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记住。也就是说，我们在写多宝塔的时候呢，线条相对来说直，比较直一点，啊，而在写秦礼碑的时候呢，可能说那种带有弧线的状态的笔画呢，可能更多一点。看，比如说这样，第二个就是写秦礼碑的时候呢，长锋的笔画比较多一点，啊。那你在写秦礼碑的时候呢，漏风就多，笔锋就是直接入笔啊。这种我们在写写经啊，或者写什么这类字体的啊，比如说写这个字，就是你可以更多的能够让别人看到你的下笔的痕迹，啊，就是这两个。当然，从大小来说呢，就说，我们写秦礼碑更适合写的大一点，啊，写多宝塔呢更适合写小一点，就说它适应的那种字大小呢也有区分。同样，也就是说，我们在写多宝塔，就也没有必要，就说像写颜真卿晚年的一些那一字呢，写的这么茂密啊。撑住。
很多时候写那种特别粗重的笔画的时候，一定要善于用那个笔能变，啊。它是有点幅度的。回。重一点。那这两个字啊，这四个字啊，看这个状态，那我们继续写多巴塔。其实那个很多运笔的动作啊，这些都是比较接近的。
啊，我们看一下。当然，最大的区别是大小，是吧？轻重啊，差异特别大。但是在写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亲力杯它那种带弧线的用笔啊，团起来的那种感觉更明显啊，做得更夸张。也就是把字撑出来以后，撑住了以后呢，我们说它像那个格子或者像字外伸出去的笔画其实并不多，更多的字是把空间压到字内去了。而我们再看那个多宝塔的字呢，它因为它更偏向于什么呢，唐代早期的那种风格，那种感觉，就是还没有完全形成他自己的风格。所以在写的时候呢，第一个，因为第一个字小，字比较小，所以说用笔的时候呢，可以就说更多的有一些，就说把那个笔锋露出来的一些表现。亲力杯比较大，所以说相对来说笔点画要给人感觉长的注意点要长住啊，而多宝塔呢就可以这样像写经一样的啊，笔尖啊一般的表露在外面更多一些，而字的大小呢也就不用写的太过像那个什么像那个后面的一样撑的过于饱满，不用。每个点画呢，因为用漏风嘛，所以说点画要写的比很清晰啊。那我们继续，多宝塔其实刚就是作为一个入门的帖啊，对，还是特别好哦，因为它用笔啊、结构啊这些都是很清晰的啊。作为因为我们刚开始训练呢，重点不就是用笔和结构吗？它也是有一些轻重的，只是说没有必要把字写的特别大。比如说我们看这几个字，它是有些重的。就说这样就说去表现轻重呢，其实说那个一点，就是它还是就说没有像后面我们说亲力杯啊这些显得这么自然高级。我们再看那个什么徐浩在就是那张图不空法师碑的时候呢，他在表现轻重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就说哎哪一个字写的偏重一点，哎哪些写的轻一点，其实这样的表现应该说还是显得生硬的，表面化了一点。啊，笔锋露出来就对了。啊，我们在写唐代楷书啊，或者写很多时候，千万不要被有些观念说啊，一定要什么笔笔长锋，笔笔什么样之类的，不要被这些东西去迷惑了。嗯，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东西都一样，还是要什么笔笔什么笔笔什么，绝对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因势利导嘛。哎，我需要长锋我就长，我不需要我就不写。要灵活的去应对这些。
啊，真错。我们再写一个偏重的。如果是情侣杯的话，可能这个线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整体来说呢，都压重一点啊的一个状态。啊，笔画少的字，因为它有时候写的偏重。这也说明那个我们说颜真卿呢，他在什么呢？他在早年，在怎么去做？我把什么把字所有字大小写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其实他那个时候办法还不是特别多。啊，所以说显得还是偏生硬一点。长一点点。当我们在写这个的时候呢，就是刚才折的格子比较大，实际上你可以折的小一点，这个格可能写这种字呢，更适合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几个词，就是你们可以折三格也可以啊，就是按照如果这个大小折三格也可以，就是我们在写小了以后写到这四个字，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它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讲的那种什么，就是它在笔的起收关节的地方动作做的比较夸张，这也是我们说颜真卿啊后面的柳公权啊这些它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它在那些节点上面做夸张的动作，做装饰性的东西。这个呢我觉得是不能说这个不好，这个只是说我们在清代碑学或者以后，或者就是说大家批评的就是什么呢，线条不忠实，也就是说过多的去注意这些东西以后发现线条中断啊，内涵比较少了。但是如果我们就是我们刚开始比如说当时那个时候他这样去做肯定是有道理的，肯定是有道理的，就是在线条在点画上加那种夸张的东西，其实也是为了让字更美观的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装饰性。哎，写隶书它有个燕尾是吧，啊，蚕头燕尾的笔画其实就是为了好看嘛啊，而他在写这些夸张这些点位的时候也是为了让这个字啊更具立体感啊，更具立体感。那我们继续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自然书写和刻意的去写，这两个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高和低之分的，啊，自然有自然的好处，刻意的有刻意的东西在里面，有它存在的价值，啊，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写转折、起收这些，一定要把它表现得清楚一点。啊，我在临这个的时候呢，其实有些地方并没有按照，就说像结构啊这些肯定不是完全的跟它特别像，因为我先用什么用更多写进的方法去把它写了一遍，啊，强调了一些就说夸张的节奏性的东西。但我们如果是对着实临的话，肯定是用笔啊、结构啊都要更加在意一点，啊，就说只是说这样去写呢，就说知道怎么什么，知道就说我们在点画上面啊，就说我们说起收笔啊的那种感觉，就是漏风的那种东西，还有一个转折的夸张上面，就是可以在这上面呢，就是在写的过程中可以用一下，可以应用到里面。那今天的话，上午我们写到这里，就下了后面呢，
自己再练习一下。